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泽清。首先跟大家说声抱歉，因为我最近的视频更新挺慢的，主要是因为这段时间的工作压力挺大的，基本上每天晚上都会加班，然后到家的话基本上就是9点左右了，回到家再收拾一下，刚刚把地拖完，所以基本上就没有时间去再拍片儿、剪片儿了。一下班回到家，说实话，确实挺疲劳的，不想再看手机呀，这些东西。本来上周打算要去相亲的，可是临时接到加班的通知，所以上周日就无奈的在家加班了。我不排斥相亲的，其实我觉得相亲还是挺好的，因为介绍人应该会把对方的大概情况会告诉你，让你心里有一个大概的了解。我最担心的就是见面时的那种场合，可能会比较尴尬吧，不知道该聊些什么。反正也不管了，这周日，看看怎么样吧。好啦，时间也不早了，大家早点休息，拜拜。晚安。